哎咻。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。博士的 S1531L 跟 S1111K， 为什么要买这个嘞？军刀锯片，产品名称是这个，这里军刀锯片。然后是当然拿来砍木头的啦，嘿，这里有文化，这是 S153L， 官方资料是拿来砍树砍木头。然后 S11K 官方资料是拿来砍木头，那长度的话就资金就不理它，因为这不是我的重点，重点是我有一些影片是在那个介绍虫的，所以我会自己去砍一些木头回来。那木头是不是人家的？怎么讲？木头是自己家的啦，所以不要乱砍人家的木头。这个也是我自己去做的，一个果冻台。然后，基本上果冻台这种东西哦，你买材料的钱就会比果冻台要贵。那一部是军刀锯本体，我再锯的就是这一根木头。找到它直径十公分多，可是比较窄的地方，然后宽的地方宽一点的话也差不多啦，都十几公分而已，所以拿来砍这个是绰绰有余。再来是前面的锯片，这把我比较常用，所以它的气已经掉光了。都没有发现它变形耶。然后这个是锯金属用的，一样的尺，在这里油画。这个，金属，那这个是木头。不过基本上这个都是应该是锯板材用的。现在就来开这个，如果这个装不上军刀锯的话都是白搭，还是要另外买的。不过哇，那1:1耶，对焦真是有点不行。听说军刀锯的规格都是统一的，所以你买这个主机哪一家的都一样，
没有差。有差的应该就耐用度之类的吧。这只是旧的哦，这只比较长。一样，它的规格是一样的。所以锯片的厂牌跟锯子的本体没有关系，一样都可以装。然后我自己在装，这里的光，我自己在装的时候，但电池都会拔掉，以免不小心按到这个去锯到手。嘿，过题。上去了，再来就是看它的效果如何。那这一支是要拿来锯树的哦，这支锯片。这个是 S1， 这个吧？开的是这个 S1560。这个是这个1531的雀龙，听听看的声音，超死的，来试看看省不省力。没装电池，是回，好像也没很好锯呢。然后现在换这个 S1111K， 看看它好不好锯。这里看得到 S1K， 这只是官方资料是说比较省力，来试试看。刚差没多少。接着你开始看，试看看。差没多少哎。两个有什么差吗？我试看看用原本的刀子。奇妙电池掉下来，好像1531比较好锯耶，
强度都一样啊，到底差在哪里？知道，这样看不出来，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个是1531的切口，这个，然后这个是111K 的切口。感觉上如果不怎么讲。木头不计较被切下来的伤口的外观，只要切这样歪勾起床的话，1531L 比较好锯，个人感想。然后之后可能会拿来试看看去那个。我家田里的构树吧，构树很硬哦、喔。欸，构树跟榕树这个雀榕应该有的拼。好啦，室内就做先这样，后面就室外再来拍了。